那根串了哪都是，那根儿回去往地里埋，它自己就长了。特多，一的那根哪都是。那柿子树呢，底下钻出来那芽子，看那扎根了就。啊，那籽儿出来的掉的是不没人吃吗？都长了。啊，那种的籽儿都是。啊，都出来掉的是。那是给你买的小柿子树，然后种的。它所有的那个树苗都是买的，果树，种在院里面。 现在就是这差距。对，然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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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哪儿那个哪儿是的啊您坐那边去您该坐哪儿我都我这这这年轻人哪儿都一样反正这都一家的先那个地他们谁对啊李志勇李志勇的年岁最大你也过来他不会念他韩国人念不了你替他念完你来念吧 拜师帖敬请八卦掌第四代传人孙英江先生授业门生弟子愿孙师训守门规重武德尊尊长爱幼发扬光大中华武术跪了把那个举在头上跪了举起来 我这边都在这儿拜师祖那都跪了两个人哈行拜一起拜拜师祖拜起来吧大家跪都过来都过来师的都过来
先拜师祖，跟我一样，做一个一拜，先做一，哎，好，咱们跪下，一拜，对，好，起来，再拜。 起来，三拜，好，来你师奶，先拜师奶，拜师奶，哎，一样，做一个一，可到站起来，做一，站起来，哎，站起来，先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哎，站起来给你师奶做一，先给师奶做一，好，哎，阿拉师再拜，再拜一次，一拜。 好，再拜，好，三拜，好，清起，下次拜老师，先作揖，哎，三拜，好，大家清起，等一下，我先站起来，来赵师傅。 哎，过来，拜您这师爷，师爷辈儿了。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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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哎，好，拜师爷。一拜，好，再拜，好，三拜。 好了，这是高兴是那师娘您，没拜老师啊？拜拜了，师娘这个您这个，别的不称，就称孙子孙女儿。真是，呃，八卦的大家庭。师娘，咱们院里吧，院里您给大家说说，院里啊。不方便上来，咱上院里。院里，这个你先拿来，待会儿这个。让三拜，您走。 同学，你们，谢谢你们，给你们道喜啊！<笑>秀媛，你给说说。<笑>我简单说几句啊，说我三点体会吧。第一呢，就是今天特别高兴哈、啊。为什么高兴呢？因为呢，就是说我们八卦掌的这个队伍又壮大了哈、啊，有这么多年轻的人喜欢八卦掌。 热爱八卦掌这个群众，有这么多国家的朋友啊，喜欢八卦掌，学习八卦掌，这是我特别高兴哈、啊。而且呢，也替隋老师高兴，隋老师呢是我父亲得意门生最好的学生，我觉得你们能跟隋老师学习也是大家的荣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感到非常的遗憾啊。 为什么遗憾呢？就是我觉得李子明老师啊故去了。如果他在世的话吧，看到今天的掌片，一定呢就是捋着自己的白胡子，又是喜笑开颜哈。李老师呢非常喜欢年轻人，而且呢更喜欢好学的年轻人、努力的年轻人，所以我就觉得呢很遗憾。但是呢，李子明老师在天有灵哈。 他能知道有这么多年轻人来学习继承发扬八卦掌，也是非常高兴的。这是我第二点体会。第三呢，我就感觉那个非常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呢就是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中国，这个社会竞争也非常激烈。因为我自己从事一摊企业，所以呢就是对于八卦掌的学习啊，就是。 没有自己很好的这个发扬继续下去，也呢不能给大家更多的帮助，所以呢在此呢我也表示很惭愧，我不多说了，就呢祝各位学习进步，天天向上，更好的把八卦掌发扬光大。